双手手掌撑地，双腿伸直，滚筒放置在大腿后侧，臀部抬高，双腿离开垫子，往膝盖方向前后来回滚压大腿后侧，一至两分。如果要加强强度，可以将另一只脚放置在滚压的腿部上方，增加重量，加压下方的大腿后侧。再改放另外一只脚在上方，经常按摩大腿后侧，可以放松以外，还可以消除浮肿，美化腿部线条哦。